我是国防大学政战学院105年班的应届毕业生陈玉纯。从7年前开始踏入军校，一路走来到最后的远航训练，感谢每一位栽培我们的师长，让我们在挫折中学习，失败中成长。每一份经验没有亲自体会是不会明白的。即将任官的我们才刚学会处事的基础，未来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学习。虽然我只是一颗小灯泡，但我相信只要我们3军5校105年班一同发光，一定能够使国军这个大家庭更加闪耀。